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练习。首先你们先拿出来千岛娃娃课本，然后你们看一下第十四页。今天我们要做看字找图，看字找图。你们看第一的字，这是牛奶，牛奶，哪一个图是牛奶呢？第一的还是第二？第二是吗？牛奶是白色的，所以我们拿一个蜡笔圈它，然后第二的字，面包，面包，哪一个图是面包？第一的还是第二？第一的是吗？这是面包。如果第二的是米饭，所以我们圈第一的。然后第三，苹果，苹果，这是苹果吗？不是，这是香蕉。这第二的呢？这是苹果吗？是，这是苹果，所以我们圈它。好，现在最后一个，这是青菜，青菜，哪一个图是青菜？第一的还是第二？第二的图，所以我们圈它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做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